哦，叫人礼拜上小礼拜哦，安怎？心情无好啊？国栋，你哪会来啊？啊，这嘛是我的公司呢，啊，我做董事长的，敢袂当三不五时啊过来巡巡的？无啦，国栋，你愿意来指导阮家的事实，是阮的荣幸啦。国栋，请坐，我来去泡茶。啊，唔免麻烦。 我今仔日哦，唔是要来泡茶啊！来，这阿爸你收下。啊，这是我要有美女的嫁妆啦。我袂使收啦。对，啊，你即马咧是看袂起我高山的心意啊？无啦，国栋，我不是这意思啦。我唔知影讲，为虾米你爱给我美女的嫁妆啊？ 你嘛是翘翘啊人啊，莫甲我定亲哦！你讲你病房哦，我伫场感觉到那无够清楚。国栋，你看着我，我足感谢的。也毋过，结婚即款大代志袂当凊彩的。我甲明慧已经讲好婚书啊，上好时段嘛去过面啊，甚至连婚纱照嘛翕好啊。 那有啥？这嘛是啥物时代啊？就算讲哦，结婚嘛会当离婚啊，何况哦，你甲蔡明慧还袂行入去结婚礼堂哦，还袂发喜帖，还袂办喜的。就算讲你这嘛化工促销，嘛无人会讲闲话嘛。这毋是讲婚事跟阿都是无问题，是我甲蔡明慧自细汉就熟识啊，我的感情足深呢，我无可能放弃。 嘛，搁较无可能高贵啊！你袂使辜负蔡明慧，啊，就当欺负阮查某囝，糟蹋伊的心意啊！无啦，国栋，我甲美女绝对毋是你讲迄款关系，我甲伊敢若是朋友。哦，我即下总算知影阮查某囝是安怎互你骗去啊！哦，一个朋友。 你甲个家庭的关系，不甲你离啊？啊！你明明知影真介意你，愿意为着你付出一切哦。迄摆啉烧酒醉去，我遐乱，我亲目睭看到美女安尼跟前跟后，才甲你照顾。啊！迄天，恁孤男寡女做伙归啊，你敢无良心讲，你拢无占伊的便宜？ 你的表情，你真正是有看阮美女吼！啊，你这笨手啊！我刚才怎么叫你也敢欺负啊？无啦，国栋，你的会使对我受气，也毋过你袂使无讲道理哦。我就是袂讲道理，啊，无是免啦。你怎样去撮个促销婚嘞？啊，若无吼，我绝对无放你撮。你甲我当起美女的身躯边，我就原谅你一遍，迅速改造一点面子。我做袂到啊！啊，你死啊你！无啦，国栋，啊，你要我悔婚？ 是为着你家己，也是为着美女啊！当然嘛是为着美女，你就要尊重伊的意愿啊！美女绝对袂希望我悔婚的，甚至我甲明慧的婚纱照嘛是已经安排好的啊！你讲啥？我知影我对不起美女，明明着我家己对我的心意，结果我却留伊伫我的身躯边。我安尼做，实是足自私的。 即马想起来，我嘛足后悔的。要毋过，国栋，你若是了解美女，你就会知影讲，伊是一个足善良的查某囡仔。伊绝对袂因为家己的幸福去伤害别人，尤其迄个人，佫是上好的姊妹仔伴。阮美女有偌善良，到时候你会甲我讲。我知影伊有偌好、偌单纯啦，就是因为伊单纯，所以你就安尼甲食狗咬啊！所以因为伊善良，袂去互怨恨任何人，所以你就一直利用伊，对无？国栋。
唔管你是唔是，我绝对无要利用伊。伊对我来讲是足重要的。那你去娶伊啊，莫让佮这尔啊伤心啊！佮伊伫白床顶的模样，你敢无看到哟？我就是干呐希望讲哦，伊即世人过安尼欢欢喜喜，会当有一个真心的笑容啊！国栋，我看会出来，你最好见你这个查某囝。既然安尼，为什么你唔去甲伊修炼？虽然伊是我的查某囝，但是我从来都无尽到做老爸的责任。我怎啊甲伊修炼，是啥物意义？迄毋过对美女来讲，是最有意义的。美女，我看过伊妈妈迄本日记，迄本日记内面写的拢是你。美女跟我讲过，伊希望伊的亲生的爸爸会当看到迄本日记，希望伊会当知影讲，在这个世间，捌有一个查某囡仔遐尔爱伊，就算讲伊放手伊离开伊啊，伊来从来唔爱怪伊。美女连姐也跟你讲，真正是跟伊妈妈同款，讲个痴情。虽然美女表面拢是假轻松，也毋过其实伊的心内面是就是要甲伊的亲生爸爸相恋。所以高董，你敢会当考虑一下？我是要跟这个查某囝相恋，跟你有啥物敌对啊？我警告你哦，你上好是卖伫美女的面头前讲一寡有诶无诶，我若无，我绝对无帮你娶。高董从来未记做无把握诶代志。伊明明就知影我对明慧的感情，阁坚持爱我悔婚娶美女，应该是认为伊摕来的物件会当让我改变心意。阿爸内面装的到底是啥物？Oh, wow.